Omido for the beat.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ss Bui,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我的人会去槟城去拍一个 mixtape, 拍两个 mixtape, 然后就去走走，然后去吃东西。我们去哪里呢？我们去槟城，槟城，哒哒。然后就跟两位我的 staff 啦。OK, 第一个你们应该是看过他的 ，Hello Ryan, say hi。Hi 。然后另外一个是 Ralph。Ralph 目前为止现在在外面打着油，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车现在很多东西，我们有两个 speaker, 然后又有 bag 啊，全部东西，然后又有我的 deck, 我 deck 在这边，那我 deck 在这里。我们这次去呢，我们会去两天一夜罢了，应该是去吃一些我很想念的食物，就比如说是拉萨啊，然后是成都啊，然后炒粿条啊，然后还有什么藕本啊，就是那个 yam rice 啊，然后还有他们的猪脚啊，还有酸菜汤啊，这种东西我是很想念的，所以我就很期待耶。我们这次去其实还蛮特别，因为 Araf 呢他是有去过槟城，但是我觉得他去槟城的时候是没有跟任何的 local 人一起走过的。然后刚好呢，那这个是一个槟城独生独长的一个人呢，然后我的话也是在那边住过几年，所以我有问过 Araf 有没有吃过藕本啊，他讲没有。这样有没有吃过猪脚也是没有。这样好吃的酸菜汤有吃过吗？也没有。所以我觉得其实 Araf 这次是一个 localized 的旅程。How do you feel bringing him to some places that he doesn't know? New experience. Local experience. Later he don't want to come back. Okay, Ralph, 有什么感觉？我们现在要去槟城了，有咩感想啊？好难烦，好塞车。我们现在到了半路，然后我们要去找一点东西吃，因为我们还没有吃早餐的，其实所以我们现在在吃一个 brunch。 其实刚才的时候我们是想要去怡保吃的，但是我觉得今天很塞车，如果进去怡保应该是晚上才到槟城。然后我们现在来到了内咯，今天的天气好晒呀、好呀。如果有些人不懂是不是，其实哦，等下我吃的一间美罗的这个文昌饼是很出名的，然后还是卖了整十多二十年了的啦，所以这个其实是我爸的叫我来吃的，吃下吃下的搞到我爱上了他这间的文昌饼，所以我就很喜欢。如果你们改天得空的话，要 stop by 怡保，要 stop by 美罗的话，你们可以买他们的水用，我也是很喜欢吃他的水用。感觉像我很老哎，怎么办？我能跟到我爸爸妈妈的节奏哎，怎么办？我们等一下呢，应该会借他们的 swimming pool, 然后去拍我的那个 mixtape, 然后我们已经拿我们的嘎唱来了，哒哒。我现在出来吃晚餐，然后我们到了这个秋节季的火锅，然后我们就出来吃。然后我现在拿着雨伞，是因为现在在下很大很大的雨。然后我们全部好像你看，都没有雨伞。中北这样呀， yeah, 所以我们现在就下雨天的散步啊，这种我平常的人在城市住是很少这种 experience 啊。然后有这种 experience 的时候，应该是之前读大学的时候就会这样。做工人物都很少，所以还蛮珍惜这种雨中散步然后去吃火锅的感觉。我们要吃的时候呢，
了那么多位，搬起来，然后我就 pack 好的东西，我现在就要去搞我的房间呢。我刚才已经刚 check out 了，已经把那个放给他们，然后今天呢，我就一个人拿这个 bag， 然后拿水，然后现在就打算自己去走走。因为他们两位应该是还没睡醒，所以我现在在去走走，吃个早餐，然后再等他们过来找我。刚好就是给我遇到他们这边负责人 ，Hello， say hi。Hello， hi。我们现在的就是在这个 Avenue Street， 然后这边呢其实是有很多食物啦，然后也是有很多小店头啦，然后也是有很多景点去拍照的。其实这边的后面呢，它是有一个眼睛的一个店来的，是在这边，然后它是手工的鞋，就是它放你的眼皮上，然后就洗，其实是很出名一下的，然后也是十多年的二十多年历史了。这间店在 Google 啊还是哪里都会有出现，在这边。我之前有在那边洗过眼睛，其实很舒服。然后你洗的时候呢，还会看到里面的灰尘啊，给全部。所以如果你们想要 try 看一个不一样的经验的话，你们可以去 try 这个。然后这个画像哦，其实我读大学都在，到现在应该是有七八年历史了。Oh my god！ OK， 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在 Avenue 吃了一个很好吃的早餐，然后在那边走走一下，然后现在我们就要上车啦。我们家姐就来了两天一夜的一个槟城的 short short trip， 然后等一下我们就要回去 KL， 然后我去 KL 呢，就是我要去参加一个跟爸的一个 Astro 的 show， 他是 Anna Mark， 然后爸还是被 nominated 一个 event， 然后过去支持他。